就冲这三个字，我放你走。我知道你是条血性汉子，希望你惜言如金。你我共事一场，我也没什么可送你的，只想告诉你一句话，这世上有比报仇更值得去做的事。你走吧。大人，珍重。狄仁杰始终不明白胡敬辉为什么要做这种大逆之事，皇上对他可是天高地厚之恩，不到45岁就做了牵牛卫中郎将正四品下的官职，痛心疾首的一遍遍的质问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胡敬辉冷哼一声，大人知道自己为什么姓胡吗？狄仁杰和元芳对视一眼，难道有什么秘密？其实我不姓胡，我姓傅。你是王皇后的后人？我是皇后的侄子。胡敬辉从容地讲述了他的遭遇。45年前，武则天构陷皇后，王姓一族15岁以上男丁全被诛灭，他的父亲和叔叔都被车裂而死。当时他刚满月，武则天便以父为姓发配他和家人到了岭南。等他10岁时，姑姑姐姐死于瘟疫，从那时其他一个人在世上漂流。后来突厥犯边朝廷征兵，他应征入，改父为虎。因为作战勇猛，屡立战功，济公升至检校报韬卫将军。后武则天南院阅兵，称其勇武过人，又把他擢升至牵牛卫中郎将。大人说武则天对他好，而他恨不得食其肉亲其皮。狄仁杰理解他的心情，便令元芳将他扶了起来。胡敬辉坐起来后反问大人，是怎么想到自己就是蝮蛇的？狄仁杰提醒他，在那个大柳树村雷电交加的夜晚，狄公被雷惊醒，在喝水之际注意到水碗中的渣子正是蒙汗药。当时只有三个人，狄仁杰无法确认是元芳和虎敬辉他们当中的哪一个给自己下了药，于是悄悄地走到外屋，只有元芳不在才怀疑是元芳。可真正对虎敬辉起疑的是赵传臣的死。当时这人正说到紧要之处，却突然一命呜呼了。然而查遍了尸体，找不到丝毫伤痕，于是仵作割开赵传臣的前胸，里面有这枚钢针，这钢针钉在死者的心脏之内，方向偏左，于是狄仁杰就回思了那晚几个人所站的位置。没想到方大人派人把我叫到了幽州，对我说这钱不能发。我当时非常吃惊，赶紧问他原因，他说是朝廷的命令，而且命我将这笔钱以自己的名义存到天。当时元芳站在自己的左边，他有动作自己一定会看得清楚，所以只有虎敬辉才有机会发射暗器，射伤李二的也是他，名字叫吴影真。可是狄公不愿相信自叫吴影真。放心吧，我是不会伤害大人的。或许是蝮蛇一直在窗外偷听他们的谈话，在关键时刻从窗外暗施杀手，干掉赵传臣。虽然狄公自己知道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，但是仍然不停地告诫自己，辉啊，你知道在我的心里头，把你和元芳都当作我的亲生儿子来看待，我真的不希望那个歹毒的冷血杀手蝮蛇会是你们两个人中的一个。然而事实就是事实，永远也无法更改。就在这时，李二剧毒再次发作，才知道发作之前狄春和虎敬辉来过，狄仁杰这才把目标锁在虎敬辉身上。然而为了弄清楚敌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，并没有惊动他，直到那晚毒杀杀人之事，他为了怕自己怀疑到你，竟亲手杀死豢养多年的毒蛇。殊不知这一举动更加暴露蝮蛇的身份，也彻底暴露
刘金的身份。于是狄公想该收网了，但是自己仍然对虎敬辉抱有一丝幻想，也许这一切不是他做的，因为他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。于是那夜又请来关键的证人，正是披着黑斗篷的张老四密会。张老四出于愧疚之心，便对狄公有问必答，可是害怕威胁之人，碾死他就像碾死个臭虫一样，刚开始不肯交代。后来狄仁杰再三保证幽州由乱至稳，能腾吃手来保护他了，不用惧怕任何人，张老四这才说出虎敬辉。接我的人就是您身旁的那位大将军。虎敬辉？对，就是他。想活命到公堂上就不能胡说八道，退堂后就会得到解药。这下狄仁杰打消了对虎敬辉的所有幻想，便和元芳定下捕蛇计，首先料定虎敬辉一定回去刺杀刘金，于是元芳故意中毒。元芳的脸之所以发黑，是因为吃了我为他配置的犀角颠茄丸。可笑，我还在为这次巧妙的刺杀而得意。第二，狄仁杰知道蝮蛇每晚都监视自己的动静，便让他看到李二，等他走后元芳来找，二人便定下计策引他上钩。但是只有一点不明白，在小莲子村虎敬辉看到李二，为何不在那时下手呢？原来是虎敬辉把随身的武器放在别处，而且在那个小环境里只有四个人，任何一个小的手脚都会引起注意，所以即使带了毒针也不会在那里动手。狄仁杰明白了，等假蝮蛇死后他还是抱一丝希望，错怪了他，可经过狄春邪样比对还是失望了。虎敬辉幡然悔悟，从前自己认为是最聪明的，可是他错了，在大人手里心服口服，狄公却为他悲惨的遭遇和不公平的处境深深打动，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处置他。虎敬辉表示知道这件事的始末缘由，但是想从自己嘴里得到真相是不可能的，只求速死。狄仁杰闻言却说不会杀他，如果杀就名不正言不顺，若是押解回京，皇上定会将他千刀万剐受尽折磨。他助纣为虐公然和朝廷作对，虽罪该万死，但其情可悯啊。出于对大唐江山的一种大义，他毅然放走了虎敬辉。你走吧。大人说什么？大人，这怎么行啊？我今天之所以没召卫士前来，就是留了个退路。不过临走前答应狄公一件事，就是不可协助歹徒在兴风作浪，更不可能滥杀无辜祸害百姓，就冲着虎敬辉的我答应，狄仁杰放他走了。